十五是怎么样？开到大概三指谱左右。第一首歌，是那然后呢？首情歌，这他快死了，很像突然有很多根针在扎你的肚子。所以以后会不会更珍惜老婆？老婆你，可是老婆好像没有经历到阵痛。我们这里竟然有回春动物治疗所所长，物理治疗所，物理治疗所，物理治疗，哪有痛物？没有了，写错了。吴玉如医师，这边有医师，医师你好，这边有护理师，啊你好，这边有李医师，好吧，一条龙的服务啊，一条龙，帮你处理好。老婆生小孩说，你知道她有多痛吗？老婆是剖腹产，所以无痛，没有阵痛吧？无痛，对，无痛，无痛，因为很多都是无痛生产。可是你怀孕的过程没有任何的不舒服吗？就是尾椎痛。你没有想过，想过要自然产吗？因为那时候她胎位是。哦，那必须，那必须要的，哦，没办法。可是你看老婆的肚子划一刀，哎，划一刀那怎么办？就是也只能对。他完全不敢看，但是我没有办法。他完全不敢。医生说，哎，宝宝看一下，说，不用了，不用。不用，因为我很怕看到血。敢进去里面看的，我觉得很佩服，哎，超屌。我们是没有办法，哎，拜托，含血喷人呢。我两胎，你要问那个谁医师？问谁医师？我两胎都进去里面看。哦，两胎都进去，你有到那个后面吗？不是只有进去里面看呐、啊！喂喂喂喂！好啦，阿弟有无？有啊，好啊！全程拍摄，把那个我生产影片拍下来，哇，做记录。你是自然很多现在是这样做。我是我阵痛到，然后因为他的胎头太大，所以我之后就剖腹这样。胎头。就讲到生产哦，就感受到母亲的伟大。母亲。但男人呢？男人要当兵，女人要生小孩。对不对？然后，所以你看那个已经被淘汰，上个礼拜沈医师，沈医师哦，对啊，对，他被淘汰。妇产科医师掉眼泪，她老公跟她讲说，下辈子我们还要当夫妻，然后但是我帮你生小孩。对，老公讲这个，我变成女人帮你生，对，真会哦。所以你看，真的，今天让你们感受一下。好，你有三分钟，慢慢来，这个是加分题，循序渐进。然后我一看有阵痛，这个阵痛指数啊，请问老师，他这个阵痛是怎么分啊？我们会从35，然后到45，55。哦，这是一个 degree 就对了。对对，慢慢三五四五。35的这个痛度大概有到女生的经痛了吗？大概经痛的那个指数，指数35，经痛很痛嘞。哎，还好。真的吗？还好啊，经痛很嗨哦。讲的好像你经痛一样，拜托。你要不要问一下有经痛的人？我前两天经痛是经到那种大冒汗，然后会快要晕倒那种，哎，然后是换气不过了，经痛，经痛，经痛这样。45是怎么样？开到大概三指谱左右。哇，那45，3指哦，我那开到5指，哇。到55那岂不是？55其实还好，因为男生的会比较低一点，比较耐痛。男生正常，如果你有练腹肌的人，他会比较耐痛。装在腹肌这里啊？对对对。那所以他是一分钟、两分钟上，OK 了。Harry 有装盔甲，Harry 直接弄到满，可以到100。OK， 好，这边音乐一出来，然后他开始唱。他答得出来什么歌，我们就让他继续答下去，就三分钟，好吧？第一位准备了，我们的果果题主一，请出题。好，你的笑容，哎呦，很痛。3:20的艾弗林，答对。哦，35受不了。英勇的禁卫军，懂也不懂的守护爱情。你在回忆里，蔡依林吗？是我爱的风景。哎，对，日不落。喂，答对。哦，厉害！怎么感觉才35而已？哎，目前完了，我要唱。怎么逃家？他不会讲新家逃家。逃家，跟着唱，跟着唱。欢欢喜喜，不为你。新家，唱的不错，这首歌完全不是这样吧？不是，哎 ，pass， 他不会台语。pass， 好，刚刚是卡打掐，王心贤的，完全听不出来。下一首，两分钟，45。什么？最后真心的就不分。哇，喉滚喉音出现了，哎，有过牺牲，有过爱深悬无声。啊，那个蔡健雅，嗯。我不知道歌名哎，他厉害。你的
那个空白格，打错，不是达尔文，达尔文哦，好，下一首，好，看来无处来了。不读三国，不的那个，是英雄。林俊杰，林俊杰三，那曹操，答对。哇哦，怎么又变强了？哇耶！快唱快唱！我越强了越强。哇耶！哦，所长不是人呐。不过啊，吴所长。所以变瘦。啊！所以会不会太低？哦，来了来了。现在是几？等一下题。55变瘦，所以变瘦。你再唱几句？你再唱一些些。一堆笑容。没有哎。有。没有笑容啊。你没有笑容。再唱再唱。爱错就爱错，早点认错，好高，早一点解脱。啊，好像听过哎。我寂寞寂寞就好。哦，我寂寞那个 TP 的寂寞寂寞就好。哎，对，有也有。哦，对对对。再唱几秒。打几秒。八郎的家书。Pass， 因为台语他不会。哇。谢谢你。哇哦。加油加油。Wow. 我的第一首歌，我的第一首歌，是进口默写前奏，可是呢，然后呢？是哪一首歌？但是我下一首情歌，是他快死了。那我猜到这首可以吗？好，可以，时间到，好，给你五秒。他没有时间计时吗？我的第一首歌，两秒，你让我紧紧的哒哒哒哒哒，可是那然后呢？我啊，梁静茹，马，马，来西亚的歌手，马，没错，那情歌，情歌，时间到啊，对，你已经讲出来了，对呀。好，总共答对五题，感觉怎么样？巅峰，怎么样？你眼睛爆血丝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爆血丝，刚如何？怎么了？我觉得我有点泛泪了。哇哦！而且他那个痛是会突然一个，你是泛泪吧？你是泛浆哎，阵痛的，泛泪和咽风。我觉得很像突然有很多根针在扎你的肚子，所以以后会不会更珍惜老婆？老婆你，可是老婆好像没有经历到阵痛。医生。不要激动，讲这种话。你想想看，人家说他带球走要带8-9个月，对啊，那是只要酸背痛才能撑一个月，对不对？腰会很酸，很辛苦了。恭喜答对五题，恭喜。好，第二组请就问一下吴所长，刚刚燕峰他是不是那个有在忍？要不然照理想是会叫出来，哀出来。男生他的素质算高一点点。高忍耐的素质，忍耐度啦，对，很会忍。那医生，我想请问你，一般女生真的在开五指的时候，大概痛到极速的话，是有到100吗？大概在80-90。八十，今天才到55嘞。对呀，哎，所以你看，真的很可怕。所以女人的受耐度真的比男人高，嗯，对，对不对？然后她人生的，她面对人生逆境挑战的时候，她的塑性弹性都比较好，嗯，因为她可以哦，很重要哦。